大表阿天啊，今朝早睇到商城记消费有条90后嘅港青 Raymond， 如果低能到咁样，我真系冇办法。一杯杨枝甘露见到深圳创新，香港停滞。90后呢位港青，佢话卖杨枝甘露嘅铺头倒闭咗，香港开新店，亦话系卖杨枝甘露，深圳就有创新啦，沟啲茉莉花茶入去。深圳是没办法取代的部分，香港是旧回忆国际都市的名字，但是香港已经过了黄金发展时期，深圳正处于黄金期。而更重要的，他讲到就是说，在香港喝这些甜品奶制品连核辐射都喝到。哇，犀利啊，这位仁兄真是，如果是真的可以的话，那希望啦，每日三杯深圳自制的新鲜直送珍珠奶茶，那就喝饱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刚爆出在江苏有人喝一些又是这些奶制品，发现到有西部曲明，即是说我们减肥药，即是之前我们的禁药，吃了就眼突突情绪高涨，这些有害的物品，这些真的 不记得。第二就是曾经发现的，就是在中國喝的珍珠奶茶，它裡面含有的，即是做珍珠那些，是車胎來的，將那些舊車胎分割了它，跟著切割成一粒粒珍珠，就賣珍珠奶茶。今時今日這些真是創新的，我們沒想過喝奶製品有西部曲名，我們沒想過就是說我們珍珠奶茶是舊車胎做的。估不到今天有個這樣的戇鳩仔講這些說話，哇，好彩真的靜雞雞，不要講給人聽。剛剛又有個報告，就是說大陸吃的台山蠔含鎘超標50倍，致癌物很厲害。其實我很喜歡吃台山蠔的，但是一見到哇，是什麼這樣啊，近期一聽到蠔我都怕一怕。今時今日原來一杯楊枝甘露加了茉莉花茶入去就叫創新。那我問你了，楊枝甘露未又是香港發明的，即是你在香港發明身上，然後加你自己的東西，由頭到尾就是修改了別人的原創，這個可以說是翻版，版權費都未有得比。呢位90號嘅戇鳩仔真係，如果佢係土生土養喺香港出世、受教育嘅，我今時今日我真係好懷疑我哋香港嘅教育。我近期請多咗好多嘅年青人，但係我見到佢哋個個好醒目㗎，冇理由㗎，係佢飲得多呢啲咁嘅所謂創新嘅飲品，搞到佢而家個腦筋變成咗咁樣咧。真的要考慮一下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海底撈就等於一份化學的元素表出咗嚟。我哋嘅創新係乜嘢？明明係用花生油或者炸豬油，但係中國就係地溝油。我哋明明食魚養魚正正常常嘅，為咗令到佢光鮮啲，我哋又發明咗孔雀石爐。當然，我哋為咗嚇啲嘢好睇啲顏色，我哋又會加入蘇丹紅，仲有嘅當然啦，最好味嘅滴滴香啊！你要有雞味嘅有雞味，要果味嘅有果味，跟住要有牛味嘅牛味，仲有嘅就係罂粟殼打邊爐。呢啲創新難怪食到你個樣咁精靈。今時今日講呢啲，跟住佢唔係同你講香港嘅食品安全，佢唔係同你講，佢講創新。而最大問題嘅創新就係你連飲嘅食嘅乜嘢落口你都未必知道。呢啲就係所謂嘅愛國教育嘅主義，我哋令到呢班咁嘅年青人令人哋費解。節目做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睇廣告，可以話加入會員同Patreon，代表我天啦，需要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